建筑队，嘿，宝贝杰瑞，今天怎么样？说得对，今天天气很好，适合去沙滩。可是附近没有沙滩，但是我打赌建筑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太棒了，宝贝杰瑞，你有什么我们可以实行的计划吗？这地方很适合做沙滩。开工吧，队友们。好了，队友们，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需要这样做。第一步，用沙子把地面盖住。第二步，挖五个坑。第三步，种五棵棕榈树。哇，看来好消息传播得很快啊。我们最好赶快开始，队友们。艾德加，你能把沙袋扛过来倒进伊森整好的河床吗？现在把沙子倒到靠近水的地方，形成沙滩。哦不，伊森，沙子一点都没剩。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了，让我们呼叫直升机赫克托，也许他能给我们带来些沙子。嘿，赫克托，建筑队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带些沙子来河边吗？谢你的到来，赫克托。伊森把沙子用完了，我们需要更多的沙子盖住地面来制造沙滩。能把你带来的那袋沙子给我们吗？干得漂亮，沙滩终于完工了，伙伴们。好了，现在我们来种棕榈树。的家，你来挖坑，然后查理，请你把树放进去。啊，天哪，别让树被风吹跑了。及时，差点就被吹走。伊森，你能用土把那些坑埋起来吗？太棒了。完工了，队友们。现在真的大功告成了，你们做到了，很好的团队协作，沙滩看起来很完美。嘿，队友们，还愣着干嘛呢？
嗨，宝贝杰瑞，看起来你准备今天待在沙滩了。你认为建筑队的作品怎么样？哦，太棒了，我们很高兴你喜欢它。建筑队为你修建了沙滩，大家干得很好，明白了吧？我们团队协作时可以做成任何事情。再次感谢你的帮助，赫克托，我们会再见的。再见，朋友们，下回再见。你好，汤姆，我们今天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天哪，一个生日惊喜。查理、伊森、埃德加，今天是宝贝安博的生日，汤姆想我们准备一份礼物。你们想听听这个任务吗？太棒了，汤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哦，一座生日城堡，太酷了。汤姆，建筑队来负责这件事情。我们开始吧，队友们。这个地方太适合给安博惊喜了。伙伴们，现在这个任务会很棘手，你们必须团队协作，才能让宝贝安博的生日愿望成真。好的，队友们，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需要这样做。第一步，修建塔的地基，放上塔的第一部分和滑梯的第一部分。第二步，修建塔的第二部分以及滑梯的第二部分。第三步，添加塔的顶部还有滑梯的最后一部分。哇，这儿有好多建筑材料，我们开工吧。首先，我们需要掘出一块地方，这样才能修建城堡。谁能做这项工作？干得漂亮！好了，我们来修建第一部分。哟，太棒了，查理，做得很好。现在我们开始修建滑梯的第一部分。哦，天哪，看来我们忘记拧螺丝了。我们把滑梯装在一起。查理，你为什么不能从那里把圆筒和滑梯添加上去？太棒了，只剩下最后一块，塔就完工了。哦，看来最后一块对查理来说有些太重了。哦，我想起来，谁可以帮查理把它抬起来？让我们呼叫直升机赫克托。嘿，赫克托，建筑队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到医院后面的工地来吗？赫克托，感谢你的到来。查理没法一个人举起最后这块大家伙，你能帮帮他吗？太棒了，赫克托，把你的挂钩放下来，在查理抬滑梯的时候你往上拉。现在我们只要把它拧到一起，然后把滑梯最后一部分加上去。
完美。嗯，爱的家，你想把最后的螺丝拧到哪里？你们有谁知道吗？好的，爱的家，我确信你能找到地方的。哈哈，完美。队友们，安博的生日城堡全部完成了，干得不错，城堡看起来很棒。宝贝安博，给你的惊喜，生日快乐。喜欢你的生日礼物吗？哈哈，太喜欢了，我们很高兴你喜欢它。各位，太棒了，看，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可以做成任何事情。再次感谢你的帮助，赫克托，我们会再见的。下回见。Hi, guys. What a wonderful day. Hey, guys. Frank is here. Looks like he needs your help today. Okay, guys. We need to build a water tower today. Are you ready? Then let's go.Okay, so let's see. What should we start with? Yes, you're right, Ed. Let's start with the foundations. Oh, Charlie, what are you doing? Yes, of course. We need some pillars to support the water tank. Okay, Ed. Ethan, your turn. Amazing, guys! Now we need to solidify the structure.
Great teamwork, guys. Now,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he water tank. Only you can lift it, Charlie. I know it's heavy, but you can do it, Charlie. Charlie needs some help, guys. Great job. What is it, Ethan? Oh, but of course. We need to fill the water tank with water. Who can we call for that? Of course. Let's call Tyson the tanker. Tyson! Tyson, wake up! We need your help to fill Frank's water tower. Let's go! Guys, look! Here is Tyson the tanker. Tyson, could you please fill the water tank with water for us? Amazing, Tyson. Well done. The water tank is now officially finished. Thanks a lot, everyone. See you later. Torture Tamu.汤姆，嘿，汤姆，醒醒，醒醒！你有一个电话。怎么了，汤姆？哦，拖拉机本有麻烦了。出发。本，别担心，汤姆已经在路上了。他会马上把你修好。汤姆，你能找到本吗？看，他在那里，我们快点。嘿，本，你怎么样？有什么麻烦？本说他的引擎坏了。还真是，确实坏了。让我们把你带回车库，本。走吧。我们现在已经到车库了。本。汤姆现在要检查你了。让我们先做一些清洗。
全部洗干净了般。你看起来闪闪发光，全要谢谢汤姆。所以你怎么想，汤姆？没错，你是对的。让我们检查引擎，它看起来损坏得很严重。那样做行吗，汤姆？好吧，看起来你这里有些正确的选择，汤姆。嘿，本，我们为你找到了一个新的引擎。干得漂亮，汤姆。你觉得怎么样，本？怎么了，汤姆？什么问题？啊，破损的反光镜，我们差点漏掉它。不过我想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汤姆。我确定你可以很轻松地修好它。找到什么了吗，汤姆？我猜你一定有。本，你现在有一个新的反光镜了，是不是太棒了？你看上去太完美了。再见，本。汤姆，回头见。拜拜。